首歌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客家歌，然后是我的创作，就是他刚刚前面有提到我是泰雅族嘛，然后我们跟客家人有很密切的一起生活的一个关系这样，然后导致呢我们两个从外县市来的，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就我们是室友，他住楼上我住楼下这样子，然后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的，就是怎么讲，这个算是什么，就是共同的一个离乡背景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，让我们对彼此就是想要一起住在一起，一起生活的那个，对，那个悸动，悸动没有到悸动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自己做了一个绕口令，它就是客家的词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要在铁花做专场演出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把这个绕口令来写成一首歌这样子。那绕口令是国中写，所以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词这样子，就是有阴影，零工发起熊飘失眠，失包面，给看到一件体挑点，该扎挑干木机，你会听吗？该挑喏，给讲。我会提上平条，林公发起上平失眠，上平条，来掌声。这就是原本就是那个，就是小时候也会，就是因为跟客家人一起生活，所以基本的一些就是字句啦的，就是可能呛虾的那种，比较会呛虾那种，之类的，就是比较生活用语嘛。很多人学语言都会先学比较浅显易懂。最好学，记忆最深刻，很好懂的。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，然后我们去年还拿去比原创，对，然后就比了佳作这样子，耶、yeah, yeah. ！我就是有钱哦，是有钱的哦。原本我的幻想是300,000名曲，但是我们得佳作，对，他第一名30万，再扣6%，就差不多56,000名曲。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包五次，对，要唱，对，要报五次，5次就可以才会有300,000。但没关系，我们明年再，今年再报一次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呢、啊、有去新竹啊，你们可以搜寻一个面店，叫做上平面。上平面非常的好吃。上平是一个地名、啊。对，上平。上平。好耶，那我们就唱这首歌。唱给大家听，很好听。伊上平失眠，失包面去看到一件啼啼点。有一年零工发，伊上平失眠，失包面去看到一件啼啼点。该扎条架，结果伊爱的嘛。跳喏，该扎跳噶，问几个？你爱听嘛？该跳喏，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是寒菜吗？一个一个
是满嘴的。失眠啊！哦，咖喱歪呀，没啥水呢。那是上偏失眠啊。哦吼，是哦。耶！唱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